反正出了事情你担。你逛弄疯了，搞一个史森明第一视角逛逛安安静静。对，没有，你把他弄疯了就更好了。直接拍，直接拍队员穿什么内裤，全给拍了。你上去啊，刚才那个位置就全是亮眼的。那个我看了真拍不了。那是小白的拍的。射牛去哪了呀？什么？射牛去哪了呀？射牛谁啊？小伙。楼上房间，你可以往他房间冲啊。你拿他拿你就乱拍，你把他按住，然后拍他房间。你是不是想买十三伏卖给出了是你负责不？你帮我刷了他，我进他房间里，我们拍怎么样？呵呵，人家黄鑫帮你刷了。哎，小虎要当男明星的理解是？汪汪不喝这个，平常都不让我们进去啊。哈哈，真的假的呀？是的。你们都不让进去？是的。你们都不能进去啊？呀，我也没装啥，怎么这么重？我也没装啥，你真的？你现在开箱检查一下，你没装啥？不是你这个这种东西都这样丢的吗？不能收着吗？哪个？啊，这个。这个。啊。嗯。是哦，你拍进去了吗？没拍进去啊。嗯。不，这种东西都这样丢的。不然呢？牛。你看，一直拦着我，一直拦着我。我去把你家全拍了。随便拍。拍你老婆。随便拍。嗯。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现在怎么办？你帮我推下去吧，要不。我帮你推下去，去吧，推下去一个长毛头。你那个，我想一下。我真能把你抬下去。神经病。被骂了。哎呦。夹得好，就你提一下。没事，不急。他怎么一边轻一边重？纯粹的轻松。你的箱子。朱开教练来了，黄鑫一直在吐槽你前面，怎么说？不是打个招呼啊？我说你的 BP 特别好。我说你今天整一年的 BP 完全没有问题，我靠。低格不满。怎么说？一会儿看一下六个人穿搭，看一下谁最潮，点评一下。点评一下兄弟们，六个人的穿搭，谁是潮男？那肯定李元昊，这还用说吗？其他全是拖鞋，看到没？李元昊，纯偶像派。好单手插口袋，好帅，李元昊。我操，小虎。就最后，大家有什么想跟队员说的话，可以刷在公屏上。然后，他们和欢迎也要出发了。来，好着。一起拍，谁给你拍呀？二一。OK。我们还能再带一个弟弟来。再给大家最后把那两套签名照给抽了。这菜看到没？这是菜，这是可以吃的。什么菜？葱姜吧，我哪知道。怎么说？今天是灭声明班的日子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？有没有兄弟扣一的？扣一我就把声明班灭了。先把班主灭了，擒贼先擒王。笑。再多的祝福也是希望他们加油。你看，小虎大明星，坐在那里还要看镜头。几年前的我是跟他们一起去的，几年后的我。目送他们离去就行了，没什么问题的。虽然我的人没有跟他们一起去，但是我的心跟他们一起去了。OK， 大巴车走了，他们大巴车走，伴随着我们也该下播了，兄弟们。伴随着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也结束了，怎么说？好的。我们今天直播内容也结束了，兄弟们，就今天就先播到这了，我下了，兄弟们。安吉加油！对，兄弟们拜拜。大家刷一波安吉加油吧，好吧，大家刷一波安吉加油，然后我们这差不多该下播了，上电视应该也开完了，还没开完吗？